大家好，好，秀萨底下很高兴加入台北市商业数位转型辅导计划。加入这个计划的好处呢，它可以直接串接外送平台，让订单直接由 POS 机印出，减少错误率，降低产品的损耗。再来呢，后疫情时代呢，可以利用线上点餐系统减少接触，然后又可以让客人直接在网络上面下订。再来呢，它可以提供数位集点，增加客人回购率跟粘着度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对组织团队的帮助呢，第一，它可以自动导入订单内容，团队不需要手动的 key in， 那不会产生一些客诉的行为。再来呢，它能够更稳定的控制订单的排程，也不会迟到去延误客人的行程。再来呢，它里面有自动的可以串接四个外送的物流公司，它可以让我们的人员呢在店里面专心做好茶饮师的工作，不需要在外面去外送。